大家好，我是林奇伟，绰号 Kiwi， 身高176公分，体重60公斤。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 Q Chris 的甄选。那我平常的兴趣就是看小说、拼拼图，那有的时候也会去弹一下钢琴。那表演这一部分，因为之前有幸可以在朋友介绍下去参加表演的相关课程，我觉得呢，在那个过程中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气氛让我很投入，而且让我很想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件事情。尤其是在最后面表演结束呈现的时候，看到荧光幕上面是大家所希望，那个最完美的自己，我觉得这一切都会很值得。那今天参加 Q Press 甄选，我希望可以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上到各位专业的导演老师们所提供的最专业的课程，让我在表演这一部分有不一样的体验，也会有不一样的演出。那谢谢。